男团 XO 成员陈今天在官网以亲笔信的形式公开恋情，两人将在不久后举行婚礼。陈在这封亲笔信中写道，他有个想共度一生的女友，他决定以亲笔信的形式公开这一消息。陈表示，他非常感谢给他祝福的 XO 其他成员和广大粉丝，今后他会更加努力来报答大家。因陈的女友是圈外人士，双方婚礼将只邀请双方家人出席，婚礼日期等详细情况都不会对外公开，希望广大粉丝和媒体能够谅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